明天就来上海啊？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？咋了？妈妈想给你个惊喜。你不想见妈妈？没有没有，我可想你了。但是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说了啊。我要去买东西了。等一下，我就把车票信息发给你。你要记得来接我，我找不到。不要忘了啊。干嘛？干嘛？你拆家呢？我现在正忙着呢，没空跟你打嘴架。哦，宣和第一天怎么样？还行还行。还行？吴凯是出了名难搞，你自己注意点啊。再难搞，有你难搞。奇了怪了，今天怎么突然这么着急收拾房子呀？明天我妈要来，我之前老跟她说我住的房子又高级又豪华又宽敞又整洁的，她明天一来不就露馅了吗？活该，谁让你骗你妈的？我是想让她觉得我过得好一点，这是善意的谎言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你帮我塞一下。哎呀！哎！啊！啊！来！哪搞这么多东西啊？一起使劲！一、二、三！啊！怎么办？你还好意思问怎么办？哥，大哥，就让我进去。哥，这么晚了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不好。哎，这不天还亮着呢吗？你怕什么呀？你有什么话就在这讲。你在这儿我生气了啊！讲完了。啊！哥。你就帮帮人家嘛，别来这套，撒娇没用。哎，你都不知道什么事儿了，你就拒绝我。我和脚趾头想想都知道没有什么好事。哎，怎么没有好事？方便我们沟通感情吗？不是，没门儿。李泽南，你给我开门！你再不开门，我撞死在这儿，我真撞死了啊！你撞啊！以为我不敢是不是？等着啊！李子楠，你给我开门！我还撞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还不开门！你疯了！我就是疯了！你救不救我？就这一次。谢南哥。you
等等，你这样一来，我们换房子还有什么意义啊？那你说怎么办吧？全部丢回去，只留必需品。搞定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我要去收拾我的必需品了。对了，冰箱里还有点吃的，陈老师请你的，加油！叶璇，这些你不帮忙收拾一下吗？谢谢李老板，拜拜。喂。怎么收啊？收到什么时候去啊？李璇，哎呦，这还没收拾好呢。你来了，把你吵醒了。都收拾好了？差不多了。哦，对了，我那剃须刀你有看到吗？剃须刀，不就在洗手间吗？我给你找。我。吃个饭吧，顺便去超市买点东西，别让阿姨来了以为你住难民营呢。好啊。嗯，走吧。高234列车停止检票。我到了，谢谢你送我过来。不客气啊。我看到我妈了，啊！你赶紧回去吧。啊！我们等下自己打车就行了，拜拜。哎，那个我。谢谢啊，赶紧走吧。妈妈，萱萱，到了，有了。这么多东西啊！怎么又瘦了？你不是说我是精瘦肉吗？是精瘦肉。怎么拿那么多东西啊？全是你爱吃的。多重啊！妈，我们就在这儿打车。打什么车呀？那么贵。哎呦，你这么……叶璇，哎呀，还真是你，好巧，你也来车站啊？阿姨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你们这是打车啊？啊。哎呀，打车多贵啊！刚好我车也在，我捎你们一段吧。哦，那太麻烦你了。哎，不麻烦，不麻烦，外面拿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妈，都看得见，帅哥，可以，不准。妈，你看外面。
好看吗？哎呦，这个大上海真的是很大哦。萱萱，回头你在上海找个男朋友，把家安在上海，把妈妈接过来啊。知道知道。你知道了知道了，大学四年级都不知道预备一个男朋友，现在抓紧了，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。小李啊。哎，阿姨，你跟我们璇璇是同事吧？啊，对，叶璇在我之前的公司工作。我听说了，是一个让人不迷茫的地方。对对，小李啊，你看你这么年轻，开这么好的车，一定很能干吧？没有没有，工资一定很高吧？妈，你别说了，你累了，你要不睡会儿休息休息？哎呀，说话累什么呀？只是阿姨的普通话不咋地标准，也不晓得小李能不能听得懂啊？啊，阿姨。不会，我都听得懂的。那就好。哎，小李啊，上海这么大，你住在哪个方位啊？哦，我和叶璇住在同一个小区。哦，挺好的挺好的，是邻居，可以相互关照啊。哎呀，拔他鼻子也忙啊。挺好挺好。哎，小不要跟我华夏说话，就聊聊天怎么了？怕他误会，不过我先上去，你跟着啊。小李，这个房子很贵吧？妈，不贵，妈，你先进去吧，行李我拿就行。小李，上来喝茶。妈，他还有事儿呢，等一下，你不要有事儿吗？你赶紧去吧，今天谢谢啊。走了走了。有事啊？那下次啊，下次来。哎，好。哎，来，那个您慢点啊，拜拜。妈，你这装的什么呀？这么沉。小李，搭把手啊！不要。好嘞，阿姨，都我来，都我来。阿姨，到了。啊。我来开门。那阿姨，我就先回家了。哎，阿姨等下要烧菜，一块吃啊。没事儿，妈，她不能吃辣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啊，没事，阿姨，我一会儿还要工作，就先回去了。哦，没事没事，阿姨在这里要住好几天的，随时欢迎你过来啊。哎，好。那你有时间吗？就先走吧。阿姨，其实，我就住这儿。啊，你们两个是对门。对。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可以相互照顾，也挺好的，缘分啊。哎，你们还有工作呢吗？你快去忙啊，去吧。那阿姨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哦，开门。随时欢迎你过来啊。再见，阿姨。啊，再见，再见。这小伙子真不错，还是隔壁邻居。缘分深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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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就不错呀，妈？
你见人家第一面，你就看人家外表，还行。少废话。什么房产证不在你手里？我这个店从盘下来到现在，一直都是在跟你对接。你现在跟我说房产证不在你手里，我这营业执照下不来，你让我怎么做生意啊？大姐，你冷静点啊！你叫谁大姐呢？你不能因为前两天这个装修的问题，你就一直拿这个事儿来为难我吧？我真没有这个意思，小姐。行，我退一步，这个墙我不动了，你把房产证给我，行吧？我都说了，这事儿我做不了主。你做不了主，那谁做得了主啊？我已经把房东微信发给你了，你跟他说吧，大姐。尊敬的房东先生，你好，我是周雅轩的租户胡雅妮。急脾气，长本事了是吧？相亲相到一半都敢早退了。小朋友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呢，尽管来找姐姐。我看你是为了要国民暖男老妈的联系方式吧？没错。不错。果然是住的大房子，没有骗妈妈。那当然了。哎，妈，这房子又跑不了，什么时候都能看。我肚子有点饿了，你给我做点好吃的吧。马上就去烧菜。妈妈对我最好了。妈，你做这么多青菜干嘛呀？我想吃水煮肉片。你去问一下邻居小李，你看他忙完了没有，喊他一起来吃饭。妈，你叫他干嘛呀？人家把我们送回来，又帮忙拿行李，你不该请人家吃顿饭啊？哎，妈妈，立刻去。
萱萱，妈妈问你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隔壁那个小李有没有处对象？妈，你该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？你俩不合适。不要给我打岔。那么好的一个小伙子，你们又住在隔壁，多深的缘分呐！赶紧说，有没有处对象？有没有他看得上的女娃子？啊？妈，他呀。喜不喜欢女孩还不一定呢，你看她的睡衣都是真丝的，比女孩都要精致呢。你说什么呢？小声点嘛，别让人听见。那么好一个小伙子，好可惜啊。哎，我想了一下，你说的有点道理。你看啊，可惜他的头发。可惜梳得那么光，这穿衣服的牌子那么讲究，搞不好他就真不喜欢女娃子。对呀，妈，你就别惦记人家了。妈妈可不惦记他，我是担心你。你担心我什么呀，妈？我才23，你不会这么着急要给我找对象吧？你想一下，他跟你住的那么近，妈妈怕你被欺负。哎呀，不过如果他不喜欢女娃子，妈妈倒是放心了。他对你呀，没得兴趣，就是没得治，没得搞，没得搞。妈，你就不想着催我吗？我催你干什么？我希望你幸福，找到一个对你好的人。那万一我找不到呢？找不到，那就自己努力，自己给自己幸福。妈妈是离过婚的人，妈妈晓得这个世界哪个靠哪个，还不是得靠自己？嗯。哎呀，我怎么觉得那个小伙子，哎呀，那个小帅哥还是可惜。美女，一个人啊？可以加个微信吗？嗯，行。我扫你还是你扫我？都行都行都行。你哪位？这是我女朋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怎么样？刚才我帅不帅？你知道刚才那个人是谁？谁啊？我未来男朋友。可惜被你赶走了。那大不了我陪你一个呗。呵呵。我把我赔给你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说吧，这是叫我出来干嘛呀？今天叫你出来呢，主要是想让你做我女朋友。没完没了是吧？骗我吗？这位小朋友，为什么你每次的套路都是这么老土啊？哎呀，形势所迫，我妈一天到晚给我安排相亲，我怕我真扛不住啊。那你说说怎么骗你妈呀？这个简单啊，你甚至都不用见到我，你只需要跟我表弟吃一顿饭就可以。我表弟这个人吧，天大地大都不如他嘴巴大，只要他觉得咱俩是一对，那咱们就是一对。到时候不光咱妈，嗯，我妈不光我妈，我们全家，我们全小区，甚至上次给我们剪头发的那个张伯，都会觉得咱俩是一对。
然后呢？你表诚意啊？这是国民暖男老妈的微信，考虑一下。成交。你们店现在到哪一步了？就是那个房东。说到房东，我的事儿都忘了。哎，这牛肉说实话真挺好吃的，我觉得你们那个店里也可以加一点。行行行，你先吃，你先吃。真的。人啊，什么人？咋了？说了你也不知道。服务员，再给我加盘肉。你好，请坐。熟人，我履历不错啊。啊，很多的知名的广告公司你都待过，嗯嗯。为什么辞了呢？能力和梦想是不能根据公司大小来衡量的。嗯，这大公司规矩多，反而束缚了我的发展。特别好，真的，这一点上咱们俩想法特别一致。我们公司你别看小，但我们公司就是这样。我们公司的宗旨就是让每个员工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。对薪资有什么要求？全年十四薪，奖金绩效另算。另外。还要有生活补贴、住房补贴、交通补贴。嗯，走，不错。下楼拿杯矿泉水。我还没说完。不用你说完了。啊，我这个位置给你们要不要？我都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补贴，我也没有十四薪啊。坐好，不送。哦，我走。我还背着房贷呢。快走，快走，来送人。你留我也不在这儿。哎呀，你厉害的呀，我凭什么留你？老板，这肋排怎么卖？45一斤。嗯，帮我来两斤。好，谢谢。你吓死我！我这么大个人站那边跟你打招呼都没看见吗？阿姨嘞？我妈在家呢，我出来给她买点肋排补补身体。啊，你倒周到。你打算用肋排做什么呀？煲汤。煲汤？肋排好了。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肋排不要了，帮我拿个铜骨，然后半撇乌鸡，谢谢。用肋排煲汤，怎么补身体啊？帮我拿着，我再去买点辅料，等我啊。再给我拿个袋子，我吃点花生。什么时候学会养花了？养得不错嘛，长本事了。带钥匙吗？带。
医生，我妈妈到底怎么了？我们出去说。你母亲啊，有比较严重的缺铁性贫血症状，所以才会出现心律不齐、心悸乏力，以至于突然晕倒的症状。不过幸好是在家中发现的比较及时，如果是在外面，很有可能撞到重物，引发其他问题的。妈妈，怎么会有贫血啊？对呀，看起来是老问题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哎，你们年轻人啊，忙工作不能不顾家人呢。不过症状比较轻，静养两天就好了。你们啊，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谢谢医生。别担心了，医生不是说休息两天就会好的吗？阿姨一定会没事的。麻烦你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那你呢？我没事儿，我再陪陪我妈。哎呀，你快回去，真没事儿。那我走了。放心吧。前学不会遗忘，总把遗憾留在时光里，每一次见证人生无常，总会绝望。从前总喜欢逞强，人生路上谁会没受过伤，遇见再大风浪失去希望，也曾想过要放弃一切，也曾想向整个世界妥协，阳光照射不到，更要让火种不被熄灭，也曾面对过自己的胆怯，也曾经历被所有人误解，放弃一切，也曾想向整个世界妥协，阳光照射不到，更要让火种不被熄灭，也曾面